是花鲜面包，然后用那些食材或油的部分。那现在台湾陷入的食材荒放，你怎么来看？我想的就是政府跟业者更应该更严谨的去把关这样。那我现在的做法呢，就是包含说我所进的材料都要求厂商，然后就是会告诉要求他们变更文书，那跟我团队确认之后再跟他们签确切书。那我觉得这对我们的顾客呢，是一个把关，是一个去的这样子。贵几遍到没有仔细去算过，然后也不知道他们卖多少钱。